哎，四圈，哎呀，真不好背啊！好，起来啊！华哥先回去休息了，快很晚了。明天看怎样再来。四次，连死连死，看雷霸狼，这真的超难死。危险！这个状况，财神又跳了。这个状况怎么玩呢？这个状况真的不敢玩了。哦，不要再一了啊，兄弟，又要一了。三四五，三四五，三，终于进步一点点。200多倍。我先走。好，慢走。孙姐，拜拜。拜托补一下，靠背百倍，这次有机会，肥料洞，肥料洞又要一了，妈的！都不能来个500-600万的看看。春节，肥料洞上去。现在高点，连死。敢连死的都不给力。文娟，妈的，要全部咬光怎么玩？干他妈的，来个9倍看看好不好？要是这个洞，可以啊。干，搁袂起你啊！哦，新老嘞，就是深海八爪鱼来袭，这个角度比较没反光。干哪嘛都不给力呢，真的玩财神比较好，这个太难玩了。财神比较有机会翻本。
都垃圾背书。好像都这两个洞比较持久，就是需要这两个洞可以打，这两个洞没有。哎，财神又跳了。这次给力哦，八百倍再连死一下，啊，那个干洗哦，吃力，我呀吧，妈的。凤凰死一下，干他妈的，每次都卡在这里，躲一下。是要降炮数，敢都一直差一点暴击，好扯。干又养那么多了，觉醒就爆了吧！干，多一点，多一点。你哪嘛嘞？是在哈喽？好不容易死四千炮的，
连死一下，道具蟹都不死啊，奇怪。干他妈会吐血，马上又咬那么多了。觉醒一下，干，又没觉醒。